这个陈氏太极拳呢，是最古老的太极拳。那么现在流行的这个五种太极拳呢，都是由陈氏演变而来的，陈、杨、吴、武、孙啊这五道流派啊。那么陈氏太极拳呢，这个不但有很高的技击性能和效果啊，自身的防卫能力。 而且这也就是搏击啊，能力很强，而且呢，它这个养生啊，也能益寿啊，对人身体健康啊，效果特别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这个太极拳呢，就是以螺旋缠绕为主，啊，周身18个部位，比方说肩肘腕胯膝，啊，颈椎、胸腰腹推胯、胸腰腹臀胯。 啊，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呢，都得到了螺旋的缠绕的锻炼，这样呢就很多的疾病啊就不容易啊在身上发现，而且也能克服一些疾病。那么另外呢，它这个螺旋缠绕呢，它这个是结合天地运行的这个道理来编造而成的，它直接的怎么样？直接的就说疏通经了。 不单是练气啊，健康脏腑啊，还有而且要特别的有健康经络的疏通经络的这个作用，所以很多病症，比方说类风湿，有一个学生出我们意料之外的类风湿，他练好了。我们知道类风湿这个病是不容易治的啊，但他练好了。今天这不练拳就有一个啊，小妞吗？啊。 那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肾病的、肾炎的、糖尿的，甚至还有白癜风的，你这都有很高的效果。这个我们还没有用科学的医学的方法没有很好研究啊，但它有这个效果啊。但是我们呢，只是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陈氏太极拳是冯志强老师。 是北京市武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陈氏太极拳研究会会长，北京市武术协会志强武术馆馆长和 FESCO 国际教学中心华夏武术馆馆长。啊，为人的健康造福，它不但有很高的积极效能，啊，也就是搏击了。 冯老师自幼酷爱武术，从小便随同乡拳师学习少林桩功，达摩易筋经。其后几易师门，
从师沧州韩晓峰学通臂拳，从师山西胡耀珍学六合心意拳，后又从师于陈氏太极拳著名拳师陈发科名下，功力深厚，尤善于太极拳推手技巧，享誉于国内外武术界。所以大家有这么一个好评。基本手型介绍：螺旋拳、错指拳、中指尖拳、中指尖拳、食指尖拳、平拳、立拳、扬八字手、立八字手、阴八字手、捶万掌、平掌、螺旋掌、正立掌、侧立掌、右娃龙掌、左娃龙掌、勾手、套路示范、两腿徐徐开立，与肩同宽，两臂自然地垂贴于体侧，两手自然蜷曲，双目平视前方，试想一团云雾自头顶落到脚底，而后缓缓地向周围散开，同时身体也随着下降的浊气逐渐放松。站好后，要从思想上摒除一切杂念的纷扰，使周身上下松弛舒展，眼帘微微下垂，视线向眼底收敛，内视丹田，由丹田用意微微引导呼吸，随着徐徐引气下行，念中建成一片无物无
我的空寂之境。如此心静神明体松的默立三至五分钟，在这段无声无息的时间里，于无形无相无意之中，将自身的精神意念和内气汇集拢来，使之融为一体，协调一致地去完成套路的动作。Thank you.
分式要点讲解。无极式、预备式。两腿徐徐开立，与肩同宽，两臂自然地垂贴于体侧，两手自然蜷曲，双目平视前方。试想一团云雾自头顶落到脚底，而后缓缓地向周围散开，同时身体也随着下降的浊气逐渐放松。站好后，要从思想上摒除一切杂念的纷扰，使周身上下松弛舒展，眼帘微微下垂，视线向眼底收敛，内视丹田，由丹田用意微微引导呼吸，随着徐徐引气下行，念中建成一片无物无我的空寂之境，如此心静神宁体松的默立三至五分钟。在这段无声无息的时间里，于无形无相无意之中，将自身的精神意念和内气汇集拢来，使之融为一体，协调一致地去完成套路的动作。起势，两手手指渐渐舒展成掌，随着两臂微内旋，两手手背领先，以手代臂缓缓地向前上方抬至腕与肩平，此为膨劲儿，眼看前方。两肩略向下沉塌，随着意念前驱的引领，两臂慢慢向前舒展，两手手指也随之前伸，呈前挤之势，两臂微曲肘，两腕徐徐松沉塌捋，两手沉稳而自然地侧立于胸前，指尖朝前上方，两腿屈膝下蹲，随着重心下降，两手按落于两胯侧，手心朝下，指尖朝前，两眼随着身体姿势的沉降转看前下方，随后要有意识地做到松腰、圆裆、开胯，使内气沉蓄于丹田之中。在这样默立片刻之后，两腕放松，两手指尖垂向地面。起势包括捧、挤、捋、按四种进法，练习时不可努气用力，应侧重于意念的引领与内气的疏导。意念活动要稍领先于抬臂、伸展、塌捋、按落的外形动作，并使之内外结合、协调一致地完成动作。不单此事要求做到意领行随，后面诸事皆应如此。金刚倒对，此事的练习重点应放在处理好动作的轻重缓急和节奏的微妙变化上。此事动作是一个由捧、捋、按、挤组成的沿顺时针轨迹绕转的浑圆圈，随之由腰带动全身呈螺旋形下降，此动要圆活连贯的一气呵成，继而又是一个沿逆时针轨迹绕转的浑圆圈，身体随之螺旋上升，在两个不同方向的浑圆圈之间应有一个明显的松沉蓄劲儿的过程。开始时是快节奏的画圆缠绕动作，其后便渐趋徐缓的衔接上部撩掌。阵脚一倒拳的动作则要轻起沉落，顿挫有力，但要注意阵脚不是跺脚，初学者更不要用力跺踏。
懒扎衣。此事两臂绕圆下沉，要连贯不断，并与重心逐渐下沉协调配合。两臂外开要有沉稳缠绵难以展开的意境，上肢动作才不致流于漂浮。右腿上提时要自然轻灵而又不失沉稳之劲气，左腿虽蹬展却又未完全挺直，胯膝关节仍保持自然含蓄之势，脚掌稳稳地踩实地面，意念则向地表下面延伸沉落，这样身体才能不摇不晃，稳如泰山。这三动的衔接要连贯流畅，随着旋腰转脊和两臂的含展收放，将周身的劲气淋漓酣畅地宣泄开去。实战技击作用，六峰四壁。此事两手一圆缠绕，应伴随着胸腹折叠圆转运行，当两臂前蓬时，如同环抱着一只硕大的充足了气的球体，向周围膨胀圆撑，同时胸腰要稳稳地含合后撑，形成一股匀速等量的对拉之力。抱头下岸时的手部动作酷似京剧中老生演员在舞台上的捋髯手势，手法要灵活自然，不要僵挺。实战技击作用，六峰四壁的六峰四壁，单边式。此事两臂的动作是依斜圆形路线绕转的，右手呈勾手伸出后，仍要与左手的穿展形成相合相开的劲势，这些动作都要在腰的带动下完成，并要做得柔和自然，周身内外的活动要密切配合。
白鹤亮翅。开始时，两手是沿顺时针方向绕以完整的立圆，动作要在旋腰的带动下完成，整个过程要协调连贯。两手在运行到左前方后，经蓄劲儿再接以后的动作，此动作乃是一个大幅度向右的捋式。随后的动作是在腰、胸、腹折叠的带动下来完成的。在右手向右上方展开亮掌的过程中，手要从眼下经过，不能遮挡双眼的视线。斜行奥步，拳式的重心有四次转换，先偏右，以后过渡到偏左，然后重心再度偏右，最后随着腰身左转，重心又偏向左了。练习时要求这四次重心的转换要沉稳自然，在速度上大体均匀、动作衔接连贯流畅的前提下，对每一个开合、每一次转换的意念走向、尽力变化都要明确，时时处处都要体现出肢体的动作是由腰身的转动带出来的。提收式，两手仿佛是沿着悬在半空中的一个硕大的圆球自上而下的滑落，随后托住圆球的底端向上托起一般，动作和缓而连贯，运行的轨迹要圆滑顺畅，不要出现凹凸之处。前堂奥步，开始时的上肢动作是沿立圆路线在身体右侧运行，以后的上肢动作是依左上右下的斜圆路线在身前缠绕，最后的上肢动作则是在双逆缠后再沿一个大斜圆形的弧线向两侧展开。眼手红锤，此事两手是在左右转腰的带动下，右先左后的依顺时针轨迹呈立圆绕转，全身上下圆活不滞，右脚下落要在意念的引领和内气的催动下松沉震踏，而绝不是为求踏地的响声而盲目使劲跺脚，应求其劲儿整而不求声响。以后两臂的动作要在两肩松沉圆活的运转的带动下运行，双肩不可上掀，同时还要体现出陈氏太极拳特有的旋腕转肘、旋腰转膀的缠丝劲儿来，以使其劲含蓄而深沉，绵绵不断。最后的右拳冲击时要借转腰之势，内劲儿自丹田催发而出，其劲儿崩弹爆裂而又不失于自然顺随。练习时也可只走意念而不发劲儿。劈身锤，此是腰的左右转动、重心的左右变换和拳肘的左右运行要配合协调，转换时要有松沉蓄劲儿的一瞬。背折靠，
此事肩背后靠时，上身不要后仰，仍要保持立身中正，要有支撑八面的劲势。青龙出水，此事左拳向右抡摆的着力点在拳轮，也就是小指侧，右拳向前横贯着力点在拳顶，也就是掌指相连的凸起处，用法不同而朝向一致，左右拳交替前击和两肘轮翻后挂的动作应协调一致，要在转腰的带动下完成，动作要清晰，不要只注重烧结拳的运用而忽视中结肘的变化。左八字手的前领与收回动作的劲力与意境都要犹如抽丝般的柔和均匀，不要一味的硬除猛拉。整个拳式共有五次腰的左右变换，每次转换都先有瞬间的放松过程，接着再引动下面的动作，要恰当的把握动作转换的契机。实战技击作用，双推手开始时，左手贴腹缠绕时要屈指屈腕，以虎口手指背侧和小指外侧相继贴靠脐部的周围绕转，也可用掌心贴靠脐部周围绕转，动作运转速度与右手一致，且都要在腰的带动下完成，使之一动俱动，一处缠而处处缠，以后的转身幅度较大，起伏也颇明显，应注意内劲儿和气势不可稍断，前后贯穿，一气呵成。双掌前推之劲儿要与双脚前进的劲势一致，才能够周身劲整，具有无坚不摧的势头。三换掌，两手交替前推的动作要伴随着两侧腰肾的虚实变换，右手前推时则右侧腰肾成实，左侧腰肾成虚，左手前推时则左侧腰肾成实，右侧腰肾成虚，这种虚实的变换是逐渐过渡的，是要在腰的左右转动和身体重心的左右移动下进行的。倒卷红，做倒卷红时可根据练习者的体力、场地的大小等情况随意增减数量，但最后必须在推出右手的定势上接下面的动作。练习时推手与撤步需同时完成，撤步时两脚交替沿弧形路线后退，左右是衔接，要自然顺随连贯。退步压肘，
此动一开始，右手的运作呈不规则的 S 型凝果缠绕，周身要与之相应配合。手向上抬时，身意向上；手向下落时，身意沉降。上下一致，内外相合，圆活无滞地完成整个动作。此时的动作要着意体现俯身向前压肘的过程，不能含混带过。中盘，开始的几个上肢动作是左手领先，右手随后，沿逆时针方向螺旋缠绕两周半。下肢动作则是随着身体重心的变换交替向左转动。当右脚向左拉时，仿佛是被左手上蓬的动作带过去似的。要把握重心变换的时机和上下肢动作的配合节奏，运动速度要在均衡中求变化，不要一味的缓慢柔和。闪通背，两手动作是沿逆时针轨迹螺旋缠绕一周，左臂是在身体左侧呈立圆形抡绕一周，右手以腕为轴，在左胸前立圆绕转一周后收至右胯侧。上肢动作要与扣步、转身、撤步、继续转身密切配合，动作的运行要连贯流畅，定势要沉着稳健。实战技击作用，再说这一部分是吧？这一部分是吧？这就是这个啊，那这个完事就它是一个打着，打，不是摔啊，打就中就中了就，这，这不行，这不行，这时候就定，啊，然后这个通背那一手，通背那时候是说，他不是走这以后一到外头吗？那个是插碗去。是，啊，这骑着，骑着一拐带这一个，啊，把这压的这腿已经开开了，压的，是吧？基地锤。右脚向下震落，不要过于用力，腿要放松，全脚要同时落地，如只以脚跟用力跺地，会震荡后脑，与身体不利。此式的上肢动作是右拳沿逆时针绕转一周，左拳沿顺时针绕转一周，动作要连贯协调，中间不停。平心锤，平心锤实际与岩手红锤近似，要求平心打出去，心在正前方，要向正前方螺旋打出，像钻头一样，钻眼在正中，很均匀的钻就容易钻透，要凭着自己的心的高度打出去，有护自己的心的意思，要求动作舒展稳重大方。
实战即机作用。杀妖肘，此是最后的杀妖压肘，要体现出肘的动作是由腰带动出劲儿的。当头炮，该式动作要缓急相应，两臂一圆抡绕时要优柔和缓，阵脚发当头炮则要顿挫有力。收势还原，收势至最后时，两掌缓缓地按向两胯侧，两腿渐渐伸直，头虚灵顶进，指尖渐渐下垂，右脚向左横移半步，气沉丹田，目光先向前平视，后转向内收敛。跟着学。